欢迎回到林可彤的美丽配方，走，我们现在就进去找 Leslie 老师，然后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。Colo 到底在想什么？好啊，那我们先叫我们的主角来。对，Colo， 妈咪想要知道你一整天在家里会不会很无聊？然后你会不会想要一只狗狗陪你？你会不会想？他给我看一个画面，他就说我之前跟狗打架，然后他给我看一个狗狗是黑黑的、大大的，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个狗，突然就是要咬他的样子。他记得有狗咬他，对，然后他就是好像以前有被狗狗就是这样不愉快过。其实大概是前这边，他这边还看得出来，这边就是比较少的毛，他这边被狗咬两块。对，他感觉就是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就好了。那妈咪想要问你，你喜不喜欢跟我睡觉？你喜欢跟妈妈一起睡？他觉得你很喜欢，所以他会陪你睡一下，他在。跳下床，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咪讲？对啊，你有没有什么感人的话？哦，我说，那你现在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和妈妈说？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他就给我看一个画面，是你一直在床上睡觉，然后他一直在绕着床，然后就是有点好像攀在床上，有点要这样抓。所以用人类的语言统整一句话，他意思好像是。好像我不确定是早上还是晚上，但是你都一直在睡觉，然后不带他出去，或者不陪他，就是不陪他玩。对，有觉得妈咪比其他人漂亮吗？他没有特别回答，可是他给我感觉是他真的很依赖，把你当生活最重要的重心，就是绕着。好，谢谢 Leslie， 谢谢林可彤的美丽配方，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。